他们那么远的跑去来找来，我们查房啦，我们培训啦，这些都是很难啊，很深刻噻。一把一把兄弟教我们啦，去哪个操作，去哪个治疗，这些都是对我都很帮助很大。没有全民健康，就没有全面的小康。我们大学发挥我们这方面的优势，确实给咱们龙溪村能够留下一支带不走的群众非常信任，也是能够解决群众健康问题的这么一支医疗队。